Hello， 大家午安。今天呢是 Friday， 是不是？ Yes. 所以今天呢，我们有 special 的活动要献给你们，尤其是在下周就是要 Christmas， 对不对？老英文，对，一直老英文。大家进来，赶快先帮我公开分享、按赞、留言。我们要稍微习惯一下那个荧幕，对。因为呢，我们超过这就只能交细节。哦，所以我们都要一直踩这个台板上，是不是？好，我们今天就只要踩那个草席。Hello， 进来赶快帮我公开分享哦。我先来分享一下今天的活动呢，是大马跟台湾各抽一名任选七折内的商品，对，七折专区的商品各一名、哦，对，各一名哦，抽中就可以选自己想要的商品，这样子没错。而且我们今天七折专区有很多很漂亮的要来给你们看，对，没错。早上好，已分享，你们赶快先公开分享，因为我们等一下今天穿的呢，我们今天穿非常多，所以呢，我们不会再穿其他色，我们就是一个款式，我们就会穿一色，然后给你们看，然后你们自己呢就去七折专区选购，因为有些颜色我们通常都是卖完之后就不会再补了，基本上只要到七折专区就是没有，然后有一些很优惠，像我们现在脚上这一双小雨靴，就是我们的有在我们七折里面。而且是零码哦，对，剩下零码，现在剩下零码，我们才把它放到七折这样。对，没错，就是刚好如果有你的尺寸，就非常的划算，因为是在七折，在七折，大家赶快帮我公开分享。然后呢，大家记得现在呢，七折里面都是限量现货，不会再补了，所以有喜欢赶快去下单。没错，趁着现货赶快下单，就快快拿到，圣诞节就可以穿了。没错，那今天公开分享呢，我们就一样，台湾大码各一名。七折专区里面任选一个送给你，好不好？好，就今天就是这个活动。对，今天就这个活动。今天就这个活动，好哟。大家就是下单前可以去我们七折专区，然后八八折专区逛一下，因为都有里面都有很厉害的新品。然后我们最后也会请小爱帮我们穿我们的派对系列的八八折专区的商品。好哟，就是我们的约会嘛，约会系列也有做打折。Hello。而且我们今天款式非常多，所以我们会加快速度，稍微把就是加快把它穿完，但是还是会仔细的介绍给大家。对，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一漏的在讯息小帮手，好不好？好哟，午安，午安，午安。好哟，那我先从我身上的第一套开始。对，裤子的话就是昨天的新品，如果有喜欢的可以去看我昨天的直播。上衣的话就是在我们的七折专区，那这一件的话非常的特别。你看，而且你知道圣诞节就是跟男友出去逛街的节日，所以呢就是要穿一点小露性感，对不对？有点小心机的。那我胸前它这边它是做一个镂空的设计，那你看这边就是有一点做那种 V 领，然后呢这边有点微颈链的感觉，然后侧边的话它是有做这个小绑带设计，其实它是做一个比较偏合身的。这件我建议穿到 M 号，对不对？对，建议穿到 M 号，就是 S 跟 M 号。然后我身上穿的是深灰色，那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特别，就穿起来其实很瘦，而且你看我搭的那个豹纹裤也不会觉得违和。然后再来呢，它其实手袖这边一边是做这种横向的横条，一边是做直条纹，它是这样子做拼接的设计，然后没有肩线，没有肩线。那我自己穿起来是还有一点点的空间，还有一点点空间。它这个的话其实是可以自己调整。有没有可以自己调整，然后这边是有缝住的，所以不用担心胸口这边会曝光。那因为我自己的话喜欢比较合身，我就会稍微绑紧一点点。然后裤子的话是昨天的，裤子是昨天，牛仔短裤适合小安脚上什么颜色的靴？我觉得牛仔短裤其实比较适合 Rekha 这个颜色，对，非常适合，对，会比较亮，比较跳一点点。那如果你就是想要走一个就是百搭路线，你想要什么裤子、什么下半身都可以搭配，就是选黑色，对，就选黑色。那我们的小雨靴目前呢都是零码现货，售完是不补的，所以如果有刚好有你的尺寸的话，赶快去下单。好哟，还有什么问题吗 ？Hello， 这件上衣就非常快，弹性很好，对，好不好？而且它的细节非常特别，所以我转一圈让你们看一下，是不是很好看？而且这个不管是搭裙类或搭裤装都可以，对，就是 OK。然后我就算搭这种就是比较满版式的下半身也 OK， 其实这样搭就可以出去圣诞节耶。今天是有什么七折专区的外套吗？有外套吗？帮我看一下外套，有外套可以搭配吗？还是我们可以搭啊？那个是吗？那个是七折专区的哦，那个可以，这个可以，意外这个也在七折专区，对，
怎么这么划算？这个也在我们七折专区，我们之前那个卖超级好，皮外，然后里面呢是全部刷毛的这一件，这件中呢也有拿，我有看到，好吧？对，这件很好看，就穿起来很帅。这件哎，很适合搭我这套哎，整套都很适合，这样也可以整套带走。而且是这我现在身上穿的外套跟上衣都还有鞋子都是在七折专区，然后裤子的话是昨天的新品哟。好哟，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就换瑞卡哟。好，好，好哦。那我的身上这一件是我们七折专区，就是那一件有灰色跟黑色的那个高领的洋装，这一件你们大家记得吗？就是麻花针织纹的，画面糊糊的。哎，画面会糊糊的吗？你那边没有吗？好，可能是网速的问题，这样子。应该是哦。对。Hello， 然后我继续介绍，它在这一件呢，它的腰部就是有自带腰身，可是我就想说，因为它比较素面一点点，所以我就加了一个小腰包，就是我们卖的非常好的小腰包，这样子整体搭起来就很好看。就像如果你今天就是你要去参加圣诞 party 啊，你要不想要露太多，你就可以穿这样子，然后配我们的小雨靴。其实我觉得这样搭起来就是同色系的小背包跟小雨靴是同色系的，这样搭起来就很好看。虽然这一件针织洋装是黑色的，比较素一点，可是我觉得这样搭起来是整体是很有造型的感觉。大家这一件真的可以去购买，而且它的脖子完全不会勒哦。你们看这里的空间还很大。这件那时候我们双十一那时候那时候对不对上架的？对，但是那附近上架，那时候真的抢超多，就是大家都在抢购。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有现货，大家可以先把现货买起来，然后非常好穿。像今天这种天气，你里面其实也不用再搭什么发热衣，其实穿这样出去就 OK 了。或者你想要搭个围巾也可以，就围巾搭一下就穿，可以出门，就不太需要配外套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好像可以配披肩欸。对，我觉得可以配披肩，红色的，红色那一条好像 OK。对啊，就是让它比较有亮点。对，让它更亮一点点。这样我披着给大家看，这样子其实你让整体就是更有，就是把它亮起来的感觉，这样子。很好看，这一件真的很必买耶！而且我觉得它长度是不管是高个或小只都可以完美驾驭的长度，因为它就我170，它就是到我的大腿的一半。这件真的很好看，而且它在七折转区非常划算哦。好哦，大家有什么问题吗？都可以问我们哦。然后我们今天就是直播分享加留言就可以抽我们的七折专区的任选各一，台湾一名，然后大马一名哦，非常非常好。好，那我现在请佩佩来帮我们介绍他身上的，还有小鱼，小鱼是可怕了。嗨，然后我现在穿的是就是那个牛吊带裙，是七折，我觉得这七折非常的划算，因为它这个的话你也是不是只有现在才可以穿，就是不分季节，你到夏天也可以穿。而且我觉得它这旁边这边很就是很心机，因为它这边就开了一个叉，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就是你的脚就会若隐若现，然后就会让你就是脚看起来比较就是小心机就对了，比较瘦一点，对，比较瘦一点。然后因为它如果整个这样包起来的话，就觉得你好像有点太就是良家妇女嘛，对对。然后它旁边这边的它的开关是不是开关？开关是这边扣子有两个扣子，然后你在自己，我觉得穿脱是很方便的。然后它这还有空间，然后里面是配就是我们 MIT 的发热衣，这也是我们的热销。我觉得这款的话，我们已经就是公司大概买翻了吧？对对啊。然后而且现在有现货，我们都有就是预追给大家可以购买。如果整套到买，应该周末就可以，就今天就可以帮你出货，就是你越快下单，你越快拿到，就是所有的东西。嗯，然后我这边它有开叉，对，小鱼它也是七折的，对。然后这款我觉得真的也是必买，因为很，我觉得今年就是还是很持续流行这种开叉衣，对。然后里面可以当那种洋装裙子哦，对，百褶裙啊。然后小鱼今天是配那个皮裤后面交叉的那一款高腰那一件。而且你穿高跟鞋，我在旁边更矮。对，你前面一点。我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吗？然后一样，它都是有弹性的。弹性非常好，而且小鱼面是穿黑色，而且我觉得不会到很透，不会到很透，然后弹性也是非常的好。然后它有一点小腰身那种感觉。垂坠度我觉得非常的好。然后就是小鱼的那个这个啊，我觉得它的
针织是密度比较、嗯、也是算比较密度比较高的，所以它保暖度也是算非常的好。嗯，蛮热的。嗯，好哟，大家赶快帮我们分享按赞哦，因为今天是抽就是台湾大马各一名七折专区任选，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我觉得这活动真的是太棒，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就是选刚那个外套吧。对，因为那个真的是太超值了，就七折哎、欸，好哦。小鱼快要超出镜头了，太高了。好哟，然后呢，我搭配了一件这一件，这个外套我也是今天就拿走，因为昨天我穿的时候就觉得这件很好看，这个也是这个礼拜新品，对不对？也是这个礼拜新品。然后我昨天有稍微做介绍，它是做一个长毛款，然后做的是稍微比较率性，有点偏骑士款，但是它是做宽松的一个版型。那这一件的话是只有一个颜色吗？它两个颜色。有两个颜色，它有个粉，对不对？对，它有粉色。我一直没看到粉色，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没看，一直都没有看到粉色。我一直以为它只有一个颜色，而且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呢。然后呢，它可以其实可以塞很厚的衣服，因为它这件它的袖口非常宽，袖口非常宽。这件的话穿二叉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是两个颜色哦。那这个外套的话是我们这周的新品，大家有喜欢赶快去逛逛，因为搞不好就是你知道，因为现在已经到那个季末了，搞不好就是再过一两个礼拜它就不能再追加，所以大家要喜欢赶快去下单。然后呢，再来我要先来跟你们讲一样呢，这个套装是有在今天的七折专区里面，有在今天的七折专区里面。然后它总共有两个颜色，我身上一个黑色，还有一个什么灰色，还有个灰色。那这件的话呢，它是可以两正反两面穿。那我现在身上穿的是削肩的这一面，削肩的这一面。然后另外一面的话呢，是有点类似平口的这一面。这件的话，好像上次的话，上礼拜还是什么的话，我也有穿过。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分开穿，就跟小鱼分开穿，就是有示范给你们看。那它的灰色也很好看。那我觉得黑色穿起来会比较显瘦。然后跟裙子是一个 set， 但它可以分开穿。然后侧边的话还有做一个开叉。等一下可以请小安穿率性皮革绑带长款外套吗？好，我等一下请小编找给我。算是，好，我看一下。对，然后呢，它这一件的话呢，弹性也是非常的好。那这件我建议穿到，这件穿到几号 ？M 吗 ？M 号。也是建议穿到 M 号，因为它稍微比较偏小合身一点点。那这件我真的觉得很适合去参加圣诞趴的场合。它其实呢不会到太露，但是其实穿起来的话也是有点小个性，比较偏 party 感的那种端庄，所以其实你们也是可以穿这件去参加 party。如果你们想要稍微再帅气一点，可以搭黑色的尖头靴。我们的那个拼接的话也是卖的超级好，对，拼接的那一双。嗯，现在在谁脚上？没有。我看一下哦，超赞的，你说这个吗？这个也是在七折专区，也是在七折专区，然后跟灰色都在七折专区。然后你们如果想要就是更 party 感，你们可以搭这一双拼接的皮革拼接麂皮。这个现在有现货吗？它有现货，它这个现在有现货哦，所以你们如果有喜欢，赶快去下单，好不好？好哟，洋装很好看，现在是七折。好，那我再去换，对。今天的耳环呢，我现在耳朵上这个，刚刚有人问这个的话也是今天的新品。然后刚刚呢，我就已经跟小编说我要这个，对，因为这个真的很好看。然后你也知道说我们家的那个耳环都是限量现货，然后都不追加，所以呢我就先拿了一副走给你们近看一下。它是做一个爱心，我等一下再给大马的朋友看，它是做一个爱心，然后是有点斜斜的，有没有？然后有点缎带的感觉，然后上面的话都是钻，它是只有一个颜色哦，它是只有金色，然后下面的话是做一个大颗珍珠，这个不会重，我刚也以为像这种比较大一点，浮夸式的耳环，其实戴起来会很重，其实我一拿起来发现它其实很轻耶，它其实很轻，而且呢，它。长头发的女生其实还蛮适合像类似这种耳环，比较看得到。然后我给大马的朋友看一下，有没有？它是长这样子，很美，超级漂亮，就一个爱心，然后下面一个很大颗的珍珠。然后呢，长头发的话，它其实也不太会抢到焦点，就是刚刚好。
有没有？又不会太浮夸。没错，它又不会太浮夸，而且是可爱的。就是你们如果要穿休闲，也可以搭配。那这个的话也是只有耳针，对不对？对，只有耳针。对，这款的话是只有耳针，然后一样是限量现货。有喜欢是今天的新品，今天的新品哦。喜欢赶快去下单，好哟。那我再去换下一套，然后你们记得赶快公开分享，好不好？因为今天呢，我们就是两边都有各抽一名新品任选，哎，不是新品任选，七折专区，七折专区任选，好不好？好哦，那再让大家看，我现在全身上衣跟裤子还有鞋子全部都是七折专区的，我就故意搭一个让你们可以买到甜甜价的一整套让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上衣这一件就是那个小斗篷，它有三个颜色，可是我不知道，我不清楚其他颜色还有没有货，但是这个颜色我真的要大推，它穿上去真的是非常提亮你的肤色。它这颜色好像有一点那种粉，那种鲑鱼粉嘛，对不对？鲑鱼粉色，就是那种今年很流行的珊瑚橘粉色，这个真的很好看。它整个，你看我的手就是这样对比起来，它真的是超提亮的。而且我觉得这一件大码的朋友一定也可以戴，因为它就是其实就只是做一个微短袖，它是做一种重短袖的设计。然后台湾朋友，如果你们觉得会太冷的话，你就把手这样藏起来，其实就 OK。然后大码太热，就把手这样伸出来，其实就 OK 了，就非常好。就是很好穿，很实穿的那个商品。然后我下身就是配这种窄管裤，它这个就是其实我那时候看它的库存已经剩很少，但我自己穿上去有惊艳，因为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穿这一件裤子，它真的是很显瘦，它是有刮破的，刮破设计的，大家可以去七折专区后面后哎最后可能在最后一页或者是在最下面那个地方看，它这件真的是很必买，我自己穿上我真的是觉得它好瘦，它整个是很显瘦的款式，而且长度我170我也觉得是刚刚好的，所以这一件就是我170穿起来大概八分，但是如果是再小只一点就可以穿到9分，就是长度是刚好的哦。然后还有我的鞋子，小香鞋，它在七折专区哦，非常神奇，大家就去抢了吗？但是它剩零码哦，所以大家赶快去抢购。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小香鞋呢，你就是穿正常尺寸，像我平常穿39号，我就会带39这样子，因为它就是一个版型非常正常的。就算你要配袜子，其实我有配一个隐形袜是 OK 的，所以大家可以拿正常尺寸哦。好，我整套都是七折专区，大家可以去逛一下。来，给大家再看一次。这件超美的，对啊，而且很显肤色。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很美，就是非常显肤色，所以我觉得你平常就是健康肤色女孩也可以戴，就是真的是完全是提亮你的肤色哦。好，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新品哦。你这件很新哎，你说我这件吗？啊、我这件超新的、啊，好厉害哦。好，那我让你介绍一下。嗨，猜什么？就我这件呢，我刚刚一看我就先拿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买到就算你赚到，对啊，买到就算赚到，因为它真的是太新了，太新了。然后它这个的话，我觉得它不止，因为像我的个子可能没有那么高，就是160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单穿，然后当哑铃装。然后如果比较高个一点，像瑞卡或者是小鱼就比较高个的话，我觉得你就下面还可以再配个，就是可能牛仔窄管裤或是皮裤那种。我觉得非常的百搭，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颜色超美的，它就是有一点奶奶性性，奶奶性性咔咔，就是好可爱哦，奶奶性性咔咔的颜色。然后它的这个整个这个麻花吗？它是麻花吗？我觉得非常的漂亮，就是、的那对，非常的漂亮。然后它是做一个横向的，就不是做直向，因为一般看到都是做直向，然后它是做一个横向。然后我肩是拉一个斜肩，它还可以拉，就是稍微有点就是这样子。平平的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拉斜肩的话比较有造型感，然后袖子袖口部分应该也是有做这个缩口，所以你也是可以依照你自己想要大概到什么长度，你就可以稍微这样拉，然后也不用怕它会掉下来，非常的好，非常的百搭这样子。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还有送个小背包。小背包就是送腰包哦，还有送个腰包，你就可以这样子配。然后你这个腰包也可以，就是拿去额外，就是你可能有其他的，就是搭配啊，你都还可以一起拿去做搭配。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可以一字领吗？如果你肩膀再小一点，可能我肩膀太大了吧？就是它稍微是这样子，有点算这是船领嘛，就是稍微比较宽一点的，对。
可以请160小编穿牛仔吊带裙吗？我刚刚有穿了哦，等一下可以再拉回去看。佩佩就是160、哦。对，我就是160哦。还是我看起来更高呢？你的脸看起来更高。还是我的脸看起来更高？腰包很可爱，而且它超新的、哦，这款超新的，所以如果就是趁现在赶快去抢七折，真的我非常大推。非常大推，很划算哎，很划算，非常划算。然后小鱼也穿了一个很美的，这个我也有呢。啊，这件真的很好看，这个而且这一件的话是在我们的热销哎，热销前几，重点是还有七折哦，重点是它现在有七折，对，然后它有附一个小腰带。我觉得不绑腰带的话也非常好看，就是开扣当有点罩衫，对，然后侧边一样有小开叉，小鱼170可以遮住屁股。但是我觉得还是，就算因为像如果我穿我要当洋装后，里面还是会搭一个皮裤、皮短裤，稍微就是让它尽量不会走光。嗯，因为它旁边有做开叉。对啊，它旁边有做开叉，它这样会让腿看起来更长，不是因为小鱼的腿长，是穿这件腿就会很长哦。而且它的这个，我觉得它整个这个皮质啊，非常的柔软，是它是做点雾面的，然后不会皲裂的那种。因为有一些皮革，它是就是买回去，然后可能会，我不知道它是怎样，反正黏黏，然后很容易会就是裂开。对，这不会，它这个是非常的就是滑，然后非常的顺，然后里面也是稍微有做一点短短的刷毛，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温暖，对，然后我的裙子一样是在两入四九八的地方，可以去看一下哦。这款我也是超推、欸，对，这款很推、嗯，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直播大家一直想看我们穿这一件，对 对, 对，然后今天就是穿给大家 看一下喽、嗯，很划算呢、欸，两入四九八，对对，非常划算，整个这样子买下来应该。就是2000内有，一定有有找，还可以再带其他东西，对，然后里面那一件。就是、发热衣、发热背心，卖到小编后带的。好哟，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记得帮我们公开分享哦。今天会任选，任选七折一位，台湾大码各一位。对，好哟，换小安喽。好哟，我现在身上这套呢，也是两件都在七折。你们就想说，两件就是七折的话，是不是都没有外套？但这一件的话，它也是做一个厚实然后的针织外套，而且是做这种连帽的设计，然后是做这种有点渐层感。然后给你们近看一下，它其实是有点这边灰色、深灰跟浅灰都是做有点偏混色的感觉。然后最下面这边是做素面的黑色。然后这件是有做帽子的，我稍微戴一下给你们看。我看一下哦，喜欢右边的吗？刚刚哎，右边是佩佩吗？对，佩佩的衣服也很好看，因为其实那一件我们算是比较新一点的商品，对、啊。然后但是也有放在七折专区，所以今天七折专区其实有很多就是隐藏好物，要让你们自己去看，自己去搜索，好不好？然后呢，这件外套也是在七折专区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口袋，还有一个口袋，有没有？而且它这一件的话，一样 S 到2XL 的女生都可以穿。然后这件的话，本身上面也有做一点那种毛料的设计，也有点那种短绒毛的感觉，有点水貂毛的感觉。那这件穿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也是非常很厚实。然后这边的话有种小锁口，很可爱。我看一下哦，圣诞节会有活动吗？这个我不知道哎。请问想穿皮衬衫去酒吧求穿搭？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我发穿搭。对，我发。如果你们觉得对，我是直接单穿啦。嗯，大家可以去看小安的那个是 IG。对对对，因为那个那套我有拿走。然后呢，里面这个洋装的话也是我们的热销款，也是我们的热销款。然后它竟然呢也被放在我们的七折专区，我就觉得今天七折专区都超划算。对、啊，而且都是很厉害的商品。对，都是很厉害啦。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件有什么颜色？它有黑色。它还有一个黑色。那我身上穿的是浅灰，然后你看它弹性非常好。这件是 S 到 L 号都可以穿，对 S 到 L。然后给你们看，它这边非常特别，我这边有做一个就是。有点镂空的设计，然后算是有点切割感，然后一样呢，我们家就是一如往常，就是一定要有围颈链的设计。对，我们的洋装呢都非常非常的特别，而且呢穿起来除了有点小休闲，但也带一点小个性。对，然后它是做一个比较算是包裙的感觉，如果是 L 号的女生要穿的话，你们就是再斟酌一下那个臀围。
臀围的部分。那这件我自己160公分穿起来是穿在膝上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小织女要穿也是可以的。这件 Rika 穿也应该也可以， okay, okay. 对 ，Rika 也可以直接单穿，是不用就是加安全裤的。这件洋装会有小腹吗？我觉得合身的洋装多少会哦，所以你们再自己斟酌好不好？好哟，然后呢，我再来给你们看一下，它其实这个的话搭腰包也是很好看。也是很好看。那如果你刚刚有人问说会不会怕会有小腹，那你们其实就自己可以搭个腰包，然后呢稍微呢去做那个模糊焦点，因为有时候你知道腰上其实扣一个腰包卡住，其实腰上如果你再加一个就是类似腰带或是腰包，会让大家的视线呢都是稍微在那个你的一些装饰啊或饰品上面。好了，就这样子，就是给你们看往后往示意图，对。我觉得我用太久了，就这样吧。好，就是腰包这样子，这也很好看，有没有？小安穿这件很显瘦哎、欸，是不是？而且这一件的话，这个颜色我大概穿三遍吧。我觉得应该不止哦，对，应该不止超三遍穿的、啊。对，因为这件真的很好看，真的非常好看。而且我觉得它这个不会太多，就是如果你想要穿稍微小露一点性感，但是又不想太多，这件很刚好。对，而且是对于小胸女孩来说是一大福音，因为我们不用露胸，那其实是露我们就最自豪的地方，对不对？最瘦的地方，锁骨。没错，而且这一件的话又可以让你的曲线就是有出来，很好看，去约会。必备，尤其是圣诞节的时候，好吧，就是跟男友约会的节日，太美吗？我跟你们说，这件就是一定要买，而且它刚好在七折转去。好哟，那我再去换哦，有什么问题再问 Rika。好，刚刚那件呢，就是有现货，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去下单。就是你想要圣诞节穿，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然后你如果觉得整身太素了，你就跟小安一样搭那种小腰包，这样就很好看喽。好，那我现在讲我身上的，这一件哦，我的上衣是昨天我们上架的那个大学磨毛T，就是非常好看的，还有另外一个咖色的那一件。然后我就因为我们昨天有说它其实可以搭这种豹纹裙，豹纹的长裙，所以我今天就带给大家看咯。然后豹纹的裙子我跟你讲，它也在七折专区里面，非常划算，所以大家可以划算。对，那个佩佩哪个佩佩自己也有留他的那个原购清单的，就是这个豹纹裙已经穿过几百遍，对，我已经看过他穿非常多遍了，真的是很好搭。我觉得冬天就是要有这种豹纹的单品，而且呢这一件我觉得它是不分季节都可以穿的，所以大码的朋友也可以购入，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材质，然后又很透气，它的其实就是裙子嘛，我觉得真的不分季节都可以穿，在七折专区大家可以赶快去买哦。然后你看我这样子，就是其实你们家有那种大学 T 啊，你就可以搭一个这样子，其实就还蛮日系的感觉，就是其实日本的女孩很多人都会这样穿搭，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穿也是很有造型的哦。然后我的头上这一顶也是七折专区的哦，它的那个灰色已经被抢光了，然后现在剩下这个颜色我自己超喜欢，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冬天很常搭配就是比较黑色系的衣服，你就要用一个这种亮一点的帽子，对，颜色让你整体就是更亮眼，跳出来，没错，你看这个真的很好看，而且它这种是麂皮，不是麂皮，就是皮革跟毛呢的拼接，异材质拼接，非常好看。而且我觉得今年真的冬天非常流行这种有小造型的帽子，就是有一个对，有一个扣环的帽子，这个真的很必买，可以买豹纹裙超百搭。对啊，我昨天其实有配那个 GT。就 G 的大学 T 也 OK， 然后这个旁边有侧开叉，我也觉得也非常 OK， 而且我觉得这件上衣一定要买，它好保暖哦，就是你里面不用再穿什么发热衣，你就可以出门了，你今天这样一套就可以出门了，是不是很好看？好，这件要推荐给大家哦，像我们现在七折专区的新品，你们看我们刚穿，你们去看我们刚刚穿那么多，就是都是很烧的商品，所以大家赶快去抢购。如果你们就是再晚一点的话，我不确定会不会有货，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太便宜了，所以大家都在抢购中。刚刚我看很多都已经就是卖完哦，真的、哦，很多都已经卖光了。哎，那你们要边看边下单，手脚要快一点，对，手脚要快一点哦。好哦，大家午安，来我看一下哦。那我现在请佩佩。
哦，小安，好，小安，我吗？好，来哟，又是一个洋装加外套的 set， 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在我们的七折专区，好不好？而且这个外套也是我们近期新品耶，它跟白色的那天我推完就卖光了。哦，真的假的？对。然后可是我觉得黑色超百搭的。对，我觉得黑色很百搭，我觉得黑色可以再搭个腰包哎，可以，对对，觉得可以搭个腰包，因为其实像这种比较算是中长版一点这种水貂毛的外套，其实它这件蛮厚的，因为其实外面呢、啊、我们试售那种水貂毛，它其实都是算是比较偏薄料。可是我们家这一件这一款真的是做一个比较厚实，像今天这个天气是可以穿。我觉得我怎么觉得我今天一直在爆掉，在那个曝光太白了，对，太白。然后呢，这一件的话，它其实呢黑色也很百搭，因为其实我们前面的话呢是白色先卖完，可是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黑色，因为我觉得其实黑色这件黑色穿起来就是除了百搭以外，就是你们要搭什么色系基本上都可以，然后更何况是像圣诞节。你里面一定会想要穿一些就是红色系呀、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跳一点的颜色。那其实你外面搭配的外套呢，就不能穿得太，就是颜色不能太抢，太抢焦点。那我觉得这件黑色就很适合，而且它这件又是做一个很宽袖的。你里面如果有想要搭一些就是大学T或些有刷毛的棉T，大就是其实都可以，因为这件的话真的是非常宽松，然后 S 到 2XL 都可以穿。嗯，对 ，S 到 2XL， 然后给你们近看一下，对，它的毛很舒服，然后是有点水貂毛，有水貂毛的感觉。然后呢，稍微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长度是，我自己穿是过膝，对我160公分，穿起来是到过膝的位置，所以它这一件里面如果要搭长洋装都是没有问题的。好哟，那我现在稍微脱掉给你们看，因为这一件的话也是在我们七折，而且已经快要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是都是数量有限，你们如果有喜欢赶快去买。然后稍微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洋装，这洋装的话也是我们之前热卖到翻掉，它是做这种就是有点线条式，然后有点那种撞色感的，现在穿起来很瘦哎、欸。真的，对，这件穿起来超瘦，因为它刚好啊是在这边是做腰线，然后呢再下来这边都是做黑色，就在你们最需要修饰的地方，它都是帮你们做黑色的线条，而且你看它的手袖跟它的那个洋装的地方是不是接得很刚好？真的，对呀、啊，很少会配一起，对，很少会配一起，不然就是那个角度不对，对不对？这件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再来它其实也可以拉斜肩，然后甚至还可以拉椅子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这一件啊，其实穿起来会有点小露心感。你们如果是要在圣诞节穿的话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有现货，对不对？现在都是有现货。那我们基本上如果你赶快下单，我们去礼拜一跟今天就会赶快帮你赶出货、嗯，所以你们就要赶快先下单，因为我们都是依照顺序出，依照顺序出。然后这件一样是 S 跟 M 吗？我觉得到 L 号都 OK，S 到 L 号都可以穿，都可以穿。那 L 号在自己斟酌要不要拉一字，因为我觉得拉一字可能就是稍微小肩忍、嗯，比较 OK。那其实它这件算是一个比较包裙的，比较偏合身，所以呢，它其实会让你的身材是比较。比较合，就是穿起来比较合身一点点啦，就是你们在自己斟酌。那这其实我这件穿起来很好看，就是非常非常的瘦。那其实你也可以搭一些这样披肩，嗯，如果没有那么冷的时候就可以搭披肩。对对对，因为其实像南部其实没有到那么冷，或是大马的朋友就会觉得说，我搭刚刚那个外套好像真的会太厚了，穿起来会很厚重。那你就可以搭给我们这个，这个是我们之前也是卖很好的披肩，素面披肩。对，这件是素面，然后素面的话就没有格纹那么的厚，所以大家。可以买素面，而且素面也比较好搭配。我看一下哦，我请那个佩佩帮你看一下那个留言，又有点长。好、哦。然后呢，这一件的话，它其实除了当披肩以外呢，因为它有手袖嘛，它其实也可以当围脖，然后呢，也可以当那个围巾。就其实呢，这个披肩就是非常多用，而且呢，现在快要过年了，你们如果是要送，就是妈妈送婆婆，其实这个的话都是非常好的礼物，而且它这个非常舒服，然后很有弹性。这件的话呢，就是很轻肤，有点像包心纱的感觉，非常的轻肤哟。好哟，你们赶快帮我公开分享。然后今天可以抽七折，里面任选，是任选哦，你没有听错，是任选。而且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披肩，跟我刚刚的外套，还有我现在身上这个洋装，都是七折专区，对，都是七折专区，好不好？所以呢，其实你们可以选的，你们可以选的选择非常多。然后我在等，到底是多少搭这个洋装？超好搭、啊，超好搭。刚有一个大码粉丝说，看到平量腰围31。然后代表裙可以穿到31寸吗？我们那个平量腰围是31公分哦，对，
可以再私讯小帮手。三十一寸可能没办法，三十一寸是已经是 XL 了吗？对，那可能没办法，三十一寸腰可能没办法。对，好哟，因为我们是平量三十一公分，但是它那个是我们没有拉到最大，是刚刚是放平量的。我建议你就是穿到三十腰，穿到三十寸腰，对，最多。嗯，可以问一下，就是如果尺寸方面的问题的话，你可以问一下，就是私讯小帮手。对，可以私讯小帮手。好用。然后呢，我又搭了一个风衣式的外套，这个也是大码朋友非常合适的。这一件的话也是在我们七折专区，而且这一件它是非常挺的料子，它是比较算是那种风衣料。这七折真的必买。对，西装式的风衣料，而且你看穿起来超级挺。这件我穿过吗？你这件好像有穿过深色黑色、我想说我好像对这件好像没什么印象。这件的话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热，被默默在热卖，然后我们其实都不用穿它，它就自己热卖了非常久，自己在跑了，对，自己在跑了。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其实在这边的设计非常特别，是做这种双层的这种领边设计，然后一样是做西装式翻领。那它的料子呢是非常的厚实，也算挺，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那种刚入冬的那种西装料，因为它真的蛮厚的，它跟我们一般外面买那种西装料的厚度是不太一样，它真的有是我觉得算是加厚款，对，它磅数比较够，对，它磅数比较够，然后它里面是有做内里的，然后还有附个绑带。那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平常不喜欢穿那种就是全部绑带，你可以绑在后面。那我自己是觉得它这个领口啊，就是设计的时候你们就是可以绑在前面会很好看，因为它这边会很有层次感，这样子有没有？而且刚好是这样两层，对，很好看，而且还会有一点微丰胸的感觉，对，对不对？穿起来很有层次感，我觉得穿起来很好看呢。然后你也可以稍微拉一下手，这样有没有很利落？嗯，很欧美，对不对？我觉得穿这样超好看，而且里面你随便搭个洋装，或甚至是搭我们的约会系列都是没有问题，好不好？好哟，还有问题吗？我还要搭是不是？再搭一件外套，哈哈，百搭，搭搭了四件。希望你们不会看见这个洋装，这洋装很好看。对，很好看。好哟，来再搭一个外套。来哦，这个的话我觉得比较偏小正式，就是这样搭配的话，你看这个洋装有多好搭，真的。我们从第一套是有点小性感、小个性，然后到第二套披肩就是比较 lady 啊，比较端庄感，一直到第三套刚刚有点都会女性，然后到第四套这个就是有点小正式，就是四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哎，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件洋装真的非常的实搭，你们可以去七折专区赶快抢。然后再来这件千鸟鸟格纹的西装外套，它其实这件也是在我们七折，然后你看这边它都是有做那个抽须，有做抽须设计，然后它的肩膀这边是有做微垫肩的设计，但不会太多微垫肩。那这边的话有做口袋，翻领式的口袋，然后还有做那个珍珠，然后有点包扣的，它这边是有一整圈那种玫瑰金的包扣设计，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有没有？而且它滚边啊，全部都是做抽须，其实这件穿起来的话有点小个性，但是呢又不失整饰感。你们如果要去婚礼的话，这件也 OK， 因为你知道最近有很多婚礼，我这个礼拜周末就是要去参加婚礼，我就觉得最近婚礼好怎么那么多啊？真的，对，都赶在这时候，对，都赶在，因为过年前好日子蛮多的，所以其实大家的话，婚礼的话最近也很多，就是你知道，就是需要新衣服去参加漂亮的场合，好不好？然后这件穿起来也是非常的挺，然后呢料子也算是厚度。有厚度的厚棒，就是它是那种厚毛料，然后是那种有点针线针织的那一种，摸起来很舒服，然后里面还有那种就是滑料部分。我看一下哦，今天我们介绍的全部呢都是今天的七折专区里面的商品，七折专区里面商品。那现在进来的人呢，就是呢告诉你们，我们今天的活动呢就是大马跟台湾都会各抽一名七折任选，七折专区里面的任选一个，所以大家赶快帮我公开分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全部介绍的都是有现货，而且都是七折，所以大家呢可以等我们介绍完再去抢购，等我们介绍完，因为真的有很多很多好物就是需要介绍给你们，好吧，需要介绍给你们，好哟。然后呢我现在身上这个外套是五折，超划算，是五折不是七折，我现在这个身上外套是五折哦，千鸟格纹这西装外套五折哎，而且那时候可以去看妞妞还有把这个当洋装，对，他还有把它当洋装，其实你们里面再搭个背心，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当洋装穿，就是把它扣起来，然后再放个腰包就很好看，你们腰包借我一下哦，
我现在把它扣起来，而且它的现在这件啊千鸟格纹大衣五折，然后而且数量不多，一样是现货。你们如果有喜欢，真的不要再犹豫了，因为真的就没了。我们就是售完就不会再补，而且你知道，你就是现在圣诞节赶快买了，就有新衣服穿，对，就有新衣服就直接穿出去。而且它也可以搭配像这样的腰包，然后我里面又是搭羊毛，其实这样也可以。对啊，这样很好看。嗯，我觉得这样也很美耶，是会不一样的感觉，这样有没有？这样也很好看。只是我觉得这一件的话，它就是搭腰包，然后里面搭洋装或是搭背心都可以。然后小织女的话是可以单穿，像我160，我觉得单穿 OK。但是如果再更高的话，我建议你里面就是搭个小短裙，或是搭些小热裤是 OK 的，好不好？腰包非常百搭，我是穿 S 吗？外套吗？外套是 S。对，我是穿 S 的哦，穿起来的话是合身，然后里面是还可以再塞像这种针后针织的毛衣，后针织的这种连身的洋装。但是我建议是穿合身的，如果你是穿太宽松，可能我怕那个袖子的地方会进不去，所以你们就穿偷穿爸爸还是妈妈的衣服？什么东西偷穿爸爸妈妈？太大的话，哦，对，太大的话，我觉得它这一件穿起来刚刚好，而且真的很好看。然后我自己都想包了，五折哎，五折真的超划算，因为它的质感超过五，它的价格，对，它的质感真的很好，我真的要给你们近看一下，这件真的质感超级好，而且它真的是厚的，我现在穿真的是很热很热，而且呢。一样，我们有延续昨天的活动，我们一样满千有送年历，所以我们今天又是七折，等于你七折买个大概两三件，又凑到1000块，是不是又送桌历？是不是非常的划算？桌历很棒哎、欸，因为我个人就是那时候看到桌历，太可爱了，因为我觉得办公室女孩就很需要桌历，真的，而且你们都通常不只需要一本，对，需要很多本，所以你们就是可以分两张单下，两张单如果都有满千，我昨天帮你问过，如果两张单都有满千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拿到两本，就是我们是以订单去计算，好不好？好哟，然后呢，我再去换哦。然后大码的朋友是送购物袋哦，购物袋。大码的朋友是大码是一样是满千会送购物袋。然后我现在穿的是就是这个那个什么 Aniki 最爱的那件，然后我是穿黑色，我是穿黑色的。然后它这个样啊，就是它的毛料非常非常的舒服。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做稍微有一点，哎呦曝光，它是做稍微有一点，就是很像水，是水貂毛吗？它的这个非常的，对，毛海的，非常的舒服，然后整件非常的柔软，然后袖口一样有做这种松紧，所以你如果就是你今天在就是外面可能会觉得有点热啊，或者是你需要就是把它卷起袖子，因为我最讨厌穿就是你拉上来还要掉下去，这个完全不会，很累赘。然后它这边一样做绑带的，你可以稍微拉，你可以自己做出你自己想要的腰身，就这样子。然后我今天如果里面是穿短裤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子打结绑起来，就是有一种假洋装的感觉，非常的好看。然后我里面是穿就是前几天刚上架的连身裤，对，然后我是穿红色，因为我觉得就是快圣诞节了，就是真的要来穿个红色的东西，红色的单品。嗯，然后这个话要跟大家讲，就是这个它是里面还是要穿衣服，不然会曝光，因为它这边是我觉得是有一点开的，然后它的裤口呢，它是做稍微比较大一点的，然后整体的话会比较瘦一点，会让你的脚看起来比较瘦一点。感觉很温暖吗？对啊，这件外套真的是非常暖，因为它的这个，我觉得它的厚度啊，在今天，因为今天突然台湾就是又变得稍微有一点冷，然后现在穿的话，我觉得是今天穿的话是真的是会暖的，非常的就是很适合，而且这个也是就是有现货，大家赶快去抢，好哟。哎，记得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我们今天讲的是，就是帮大家复习，就是所有我们今天七，就是我们七折的商品，就是帮大家复习，不然到时候大家还有七折，知道怎么搭啊？不知道。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总复习给大家，然后大家可以看完，然后去选购，然后挑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对，而且都很划算。对啊，都很划算，而且都有现货，所以就是你现在下单的话，你圣诞节就可以在就是穿漂亮的衣服出去，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啊，圣诞节出来是 OK， 然后这时候就需要来个圣诞节的耳环，超可爱的，哎呦，
超可爱的这个。它是圣诞树跟星星。哎呦，这里等一下哦，还有圣诞帽，对不对？对，它是圣诞帽跟星星的。我先给大家看，因为它是两边不一样的，这好曝光啊，可爱哦。还是你把外套脱掉，我把外套脱掉好了。这个圣诞，大家今天有去逛我们的官网吗？我们今天有上那个饰品哦，耳环超可爱的，很可爱。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必须要买的，这个很可爱吧？而且它的这个啊，后面的雪花，它是锁在后，它是用在后面这个扣环上面，然后你戴上去就会有种就是。层次感的感觉，就是不是直接让你垂在帽子的下面，然后它的上面的钻也不是做的非常的多，很浮夸这样子。我觉得你穿这样子戴啊，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圣诞节版就是要有一点应景的，就是饰品。对，然后它另外一个是做圣诞树的，它另外一个是做圣诞树的，然后一样是锁一个小雪花，另外是锁一个小雪花，然后后面。一样也是，就是雪花一样是锁在这个上面的，后面的锁头上面。然后它的圣诞树是做一个就是不同颜色的钻，非常的可爱。就是你戴上去的话，不会有那种就是好像都一样的感觉。好哟，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赶快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哦！想再看一次千鸟格西装外套，等一下如果有合适的搭配，会再搭配给大家看。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我们今天就送那个台湾跟大马各一名的七折专区任选，就是非常的划算，真的。好哟，然后呢，我换了。来，这件的话呢也是非常惊讶，因为我们这件也是卖得很好，一样呢是有出现在我们的七折专区。那它这件的话呢，一样是做这种灯芯绒的料子，它这个是做针，就是做这种假两件式，然后是缝在一起的，有没有？然后做削肩式，那它有附一个绑带，有附一个绑带。这件的话就是你们当长版上衣啊，或是像我一样直接单穿当洋装都是没有问题的，一样是带我们今天的七折专区。我们今天应该呢算是有点圣诞礼物的概念，就是我们呢就是穿了非常多，就是非常厉害的款式。那这些款式呢就是出现在我们七折，然后再穿一次给你们看，就是让你们呢赶快的等一下可以快速的去七折专区选购你们喜欢的，好不好？那这件的话呢，我身上穿的是粉色，然后呢稍微给你们看一下，其实绑带拆开它其实是做一个比较宽松一点的感觉。那这件是 S 到 L 号都可以穿，那表面上它因为是灯芯绒就没有再做其他的弹性，对。那但是我自己穿起来觉得我们家灯芯绒是做的非常舒服，因为其实外面的像那种市售灯芯绒都是比较偏粗的，就是突出的，其实你单穿没有到很舒服，还是要搭内搭。但是我们家这件不用，它是做一个比较软一点但是不失挺度的灯芯绒。然后呢再给你们看一下，它拼接这边是有点做那种微高领的设计，微高领的设计，然后是做这样，就是这种假两件式是粘在一起的，虽然你也不用担心它里面跟外面这件会就是会错开啊，会跑掉。然后呢一样是这种落肩，有没有？像我们这种就是你想要稍微想要修饰肉肉的女孩啊，就是像这种露肩或露锁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边呢都是我们唯一没有肉肉的地方，然后呢有骨头，所以其实像整体这样穿下来的话，肉肉的地方全部都帮你们修饰的，然后都露出最瘦的地方，好吧？好哟。然后这一件的话是我身上穿的是粉色，那我们其实架上有很多其他的颜色，你们也可以去挑选。那记得要赶快帮我公开分享，因为今天的是台湾跟大马各抽一名，就是七折专区里面任选，七折专区里面任选，好不好？看看后面吗？好，我要没问题，来给你们看一下。后面的话就是做这种翻领的设计，很像那种真的就是衬衫外穿，然后做这种假两件式的。这样看得到吗？因为其实我自己160公分穿，我自己是不用穿安全裤，长度是够的。对，这件的话 Rekha 穿它也不用再搭安全裤，因为长度还蛮够这样子。然后甚至说你想要搭那个长版上衣都可以，你里面可以搭内搭裤或是搭牛仔裤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好吧？好哟。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吗？千鸟格的尺寸吗？千鸟格我们现在现货还是要什么尺寸？我先小帮手帮你们看一下， 好不好？好哟。然后它其实这样不绑带，直接这样穿也很可爱，
有没有也很可爱，这样也很好看，就是比较休闲感，有没有比较宽松，而且穿起来比较舒适。好哟，那我再去换下一套哟，请那个小鱼吗？小鱼跟佩佩。哦，佩佩穿的是很好看的耶，真的。为什么这件？我拆布，竟然拆台了。抱歉抱歉，前两个还有 S 号跟 M 号都有尺寸。对对，都有现货，都有现货哦。好哟，好哦。穿一件很圣诞节的，对，这件很圣诞节，而且这个还有珍珠的那个，对，我觉得是就是节庆必备，而且现在快过年，我觉得穿这个就是非常应景，很讨喜的，对，真的，而且它的红不是大家会讨厌的那个红，是就是有点深艳酒红色，然后是非常也是非常显白的颜色。然后它这边有做一个稍微做一个小小缩腰，让你的腰看起来更细。没错，对。而且我觉得它都很精致哎，对不对？对啊，像它的珍珠这边，它是定的，比较不容易掉。对，就是不会穿一穿就掉啊，这样子就洗一洗可能就剩三颗珍珠，很奇怪。整个是很好笑。对，而且它的这个领头可以你可以拉，就是一字，然后也可以拉斜肩，就是看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就是穿法，而且它的袖口一样也是有做锁口的，你也可以依照你自己喜欢的长度去拉。建议是 S 到 L 号都可以穿搭。对，我觉得可以再大一点也可以穿的，因为它弹性非常好， OK、而且它非常的就是不轻肤，不会刺，然后也不会痒，而且穿出去不会重。对，有什么问题吗？V 领双排扣针织，链包针织，想看小韩穿哦， 那个咖色那一件。好，我等一下看看他有没有时间再请小韩穿。好哟。其实我觉得你下面就是搭一个小短裤啊，让你的比例就变得很好看，因为它腰有做自己自带腰身的感觉，所以你穿起来就是整体都非常好看。对，没错。然后它里面那一件。裤裙就是我们卖超好那一件，虽然它没有在折扣区，但是它真的很必买。它还有奶茶色的，两色都非常好搭，而且它里面有附安全裤，对，然后弹性非常的好，就是你不用怕就是会曝光，或是就是女生像小鱼比较高个，她也不用担心她会露底裤或是露屁股蛋，没错，它有这个小切割，看起来腿更长，对，就是修饰你的腿型，对。而且这一件它的弹性非常好，所以你就是拿你一般穿的尺寸就 OK 了，正常尺寸。而且小鱼配这个雨鞋非常好看，对，我觉得穿雨鞋就很好看了，让你整体更有造型感。好哦，哎呦，那我来讲一下，就是我身上的这件衣服，这件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也是非常的，就是小辣辣圣诞节。必备的一个就是单品，因为它这边啊，就是做一个稍微做一个挖口，然后露也是一样露出就是你的锁骨线条，会让你看起来比较瘦一点点。然后它的整件也是稍微带一点弹性的，非常舒服。而且就是冬天，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这种有点绒布材质的单品，就是有一种真的过冬的感觉。然后它的这个我觉得领口这边啊，我觉得不会太勒，不算是那种，因为有些是做的真的非常的紧，但它这个还好，你看它还有一点弹性，它这还有一点弹性。但是我建议，如果你的头太大，头围比较大的话，就要斟酌一下，因为可能你会穿不下。我真的很诚实跟大家讲，对，就是可能会穿不下去，不要，因为我不希望大家买回去，然后就不能穿，会难过。对啊，这样会难过。所以这个的话，它虽然是有一点弹性，但有些头比较大的话。就尽量不要买，好真实的，很真实。我真的就是因为我不希望就是粉丝买到不适合自己的商品穿不下的衣服。对，然后这个裤子也是，我觉得它这个做金线非常的漂亮，它是做混色的线，然后扣子这边我当初它刚上架的时候，我就有说我非常喜欢它扣子这边的设计，因为它的扣子这边啊，不是做一般都是做塑胶片，但是它是做跟裤子一样同样的布，整个质感看起来会更好。然后它的整个裤子啊，它是做有点就是 A 字的，然后会让你的腿
部看起来比较瘦，就因为它修饰掉，就是可能有些女生这边比较大，它就是会修饰掉，就是比较，我觉得是任何身形啊都可以驾驭的。好哟，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记得赶快帮我们分享哦，因为今天的活动我觉得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就是真的是太佛心了，太佛心，对，太佛心，那个忘记怎么讲，太佛心了。而且七折真的就是让，而且都是现货，就是让大家可以在圣诞节啊、跨年之前都先买到自己就是节庆要穿的穿搭。然后今天一样就是帮我们公开按赞、留言、分享的话，就会送那个七折专区台湾大码各任选一样东西。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也可以搭子。对，而且刚刚有人问说，就是千鸟格现在还剩什么现货？我们现在是尺寸是齐全的，但是我知道在线就是官网在线人数非常多，大家都在抢购，所以你们就是看到有喜欢的，赶快加到购物车里面，然后我们下播就赶快去购买这样子。真的，对。然后我这个我配了一个刚刚小安穿，然后我觉得我穿起来的话，整个感觉又在就是有一种利落的感觉。对，利落感。然后我一样，就是跟小孩一样可以盖住屁股，然后他一样有做口袋，然后他的珍珠扣我觉得非常的漂亮，就是非常的有质感，而且他这边里面还帮你们做了一个小暗袋，里面还帮你做了小暗袋，就是可能你有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啊，例如像就是私房钱，对，私房钱可以先就放在这边，就偷偷放在这边，这样就不会被发现，没错，非常的好看，而且他穿起来，我觉得整个穿起来就会非常的有气势。然后它的这个毛边啊，也是做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好看。其实我觉得上班族的女孩都可以戴。对啊，因为你如果比较高个的话，你可以当就是这样子当外套。然后如果像在矮小只一点的女生，就是可以配个腰包，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洋装的感觉。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大概比一下。就是其实它也可以，小只女孩也是可以当洋装穿的，其实非常好看，而且大家会觉得哇，千鸟格当洋装穿就是很好看，这样就是路上绝对不会有撞的这个搭配，对，就这样子也非常的好看，跟小安的感觉不同。对啊，其实大家穿起来感觉都非常不同，而且我们搭配也是不同的感觉，对，搭配也是不同。小安刚刚是搭一个洋装，然后我是搭一个短裤裤装，对，裤装就是整体感觉会比较就是帅气利落一点点，非常的好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有问题都可以问我们哦，赶快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哦，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抽台湾大码各一名七折专区任选，对的。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就是今天直播主题就是帮大家复习七折专区的东西，然后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你自己买回去的东西可以怎么搭配，穿起来怎么样，大概穿起来会是怎么样，就是或者如果你已经有购入的，你就想要换一种搭配，你也可以参考我们的这样子。好哟，好哦，让瑞卡来介绍一下。好，那我们今天我现在我画的这一套呢，我就是配了我们这一件是这件也是七折专区，对不对？我裤子全智好像也是七折专区的，因为我对七折是七折。然后呢，它这一件真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就是你一年四季要搭配都可以，因为它真的很好搭，就算你夏天要穿也不会闷热，就是非常舒服的材质，而且它的弹度是很弹的。这是 S 号哦，但是它还是有空间。全智是五折哦，全智是五折，不好意思我讲错，全智是五折，非常划算，真的是，现在应该很便宜，对不对？对，超便宜的。然后它这个颜色呢，就是你一年四季想搭都可以，你想要搭就是像我这样子素素的上衣，我上衣就是 MIT 的那个发热衣，就是我们的发热衣哦，这件包色，对，我们大家都包色的发热衣，真的很保暖，而且我们的发热衣真的是经过认证的，就是体感温度会升高，真的会升高，完全是很保暖。其实我觉得现在有时候天气没有到很冷很冷，你搭一件那个发热衣其实就可以出门，它就可以代替外套了，真的就是很保暖的一个单品。然后我的鞋子也是刚进七折专区，这颜色真的很好买。刚有人说如果你要配牛仔短裤短裙，想要搭配什么单品呢，就是你可以搭这个靴子，
咖色的靴子，非常好看。其实牛仔单品搭咖色就是最好看的。妞妞有说过，他会选这个颜色，就是因为他想要搭牛仔裤，让你的牛仔裤更就是更亮眼。如果搭黑色的，可能就没有那么亮眼了。那颜色配牛仔单品非常的好，对，真的很适合，我真的很推荐大家买这个颜色。而且你的冬天一定非常多黑色的靴子，所以你就一定要带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点的。嗯，好，然后我跟大家讲我的耳环，我的耳环也是今天的新品，大家有去官网看了吗？它就是月亮配星星的，我觉得超可爱的，而且它戴起来也不会有那种重量感，它就是很轻，它非常轻。所以就不用怕它会扯你的耳垂啊，这样子。然后你看它上面有配这个小珠珠，这珠珠超可爱的，就是小珍珠，让大马的朋友也看一下，这真的很好看。而且我们的耳环数量很快就会被抢光，所以售完也不会补，大家可以先就是加入购物车，然后大家看完我们的直播就是赶快下单咯。对，咖色很实穿，真的很实穿。而且我觉得像就是你冬天你真的是不想要穿长裤，你就搭短裤短裙，然后配一个这种筒靴，其实就 OK 了，就完全不会冷了，真的很保暖，推荐给大家。买了咖色雨靴没后悔，对不对？哎，真的，大家都有买咖色，这双没40，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进了折扣区了，然后大家一看到就直接抢，就直接去抢购，所以你们看到一定要赶快抢购，如果有现货就赶快抢购，卖完真的就没了哦。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问题吗？对，好哟，换了一个你们最爱的素面的上衣针织空条。然后呢，我们这一件的话呢是裤子是在7折专区，然后上衣的话我们仍然是有卖很好，对不对？卖超好的，一样。我们上衣是我们超级热卖的素面的一个方领设计，那上衣的话就是你们可以直接去官网买。然后呢，这一件的话这一套是只有裤子有加入我们的7折。那这件裤子非常特别，它前面是有做一个类似有点类马甲的设计，然后呢是用这种抽绳式，那这抽绳式你们可以自己去调配。那这一件的话是有分尺寸。然后呢，这个裤子啊，它其实侧边还有做一个开叉，有没有？其实它开起来超长的。对，它这件有点像长腿裤，然后呢，侧边的开叉会让你走路看起来有飘逸感，有没有？而且它这个啊是做一个雪纺的材质，那这个其实可以调整，如果你要调松也没有问题。那我记得这个好像是有分尺寸的，对不对？它这个裤子有分尺寸，有分尺寸，S 号。我现在身上是要穿 S 号，那你们就是拿正常就可以了。但还是尽量还是要看一下臀围的部分，因为它这件的话算是一个比较合身一点点，比较属于 A line 的那种设计。那穿脱也很方便，是后面有一个拉链，后面有一个隐形式拉链的设计，让你们穿脱就是很方便，然后也可以加衣服。那这件是做一个非常高腰的设计，所以其实你的腿看起来会非常的长，有没有？而且呢，你看我现在穿起来。我160公分，它还没有到拖地，顶多到全长，有没有？是有点微落地裤，所以我觉得小个子也是可以去驾驭的。你们如果想要穿起来就是很时尚，然后腿很长，你们可以自己就是搭配比较偏中短版的上衣，这样穿起来的话还会有点就是小性感的感觉。然后我现在身上这一件啊，如果是52公斤，就是体重52公斤以前的，都是可以拿 S 号，都是可以拿我身上的 S 号。那52公斤以后的，就可以再拿下一个尺寸，好吧？就是我现在身上这件裤子。然后这件的话也是做一个有点厚料雪纺的感觉，然后我自己穿起来是非常舒服，然后有点小滑料，就是穿起来会很亲肤，然后比较偏凉爽。大码的朋友是可以买这件裤子，穿起来是比较偏中薄款的，比较偏中薄款。雪纺吗？对，我觉得算是厚雪纺，然后又有点滑料，就是有点缎面滑料，它其实算是有点丝绸质感，然后非常的舒服，而且很凉爽，很凉爽。这件很适合大马的朋友，哎，或者是说南部的朋友真的觉得太热，你们也可以试试看这件裤子。因为其实像今天的天气啊，我觉得北部的话那就是比较偏冷一点，可能这件裤子就会比较偏凉，所以我比较会推荐大马跟南部的朋友。今天的新品是耳环，对不对？对。今天的新品是耳环，然后呢，除了耳环以外呢，我们都会介绍今天7折专区所有的，就是基本上只要是热销商品，我们都会介绍，然后都是在我们今天的7折，都在我们今天的7折，所以大家的话就可以看我们直播，看完直播之后再去选购自己喜欢的7折商品，好不好？而且我们今天一样呢，有就算你是买7折专区的人，一样有满千。送桌礼，然后大码的话是满1130马币送我们的小袋袋。
对，小安的裤子是雪纺哦。裤子会显内内吗？我觉得如果很贴身的话，我觉得这件的话，可能如果你扎衣服的话，可能看到衣服。可是裤子的话，我觉得还好。对，但是尽量还是穿无痕。对，尽量，因为它这件比较偏中偏薄，就是穿无痕的应该就可以。穿黑色的话就没关系，因为我现在里面是穿黑色，可是黑色我觉得看不太到。对。好哟，还有什么问题吗？来让你搭一个。今天有新品哦，新品就是耳环。然后我们今天主要直播介绍的都是介绍七折的，就是优惠区的。哎，真的耶，搭了一个帽子差很多。对啊。有没有戴帽子差很多？帽子也是七折哦。对，帽子也是七折哦。可是帽子快卖完了。哦，帽子快要卖完了。大家赶快去下单。我看一下哦。裤子的话，我现在的裤子是在两路四九八专区。嗯，这个两路四九八。刚刚小鱼又穿一个两路四九八的那个裙子，对不对？酒红色的裙子，就是你们可以如果都有喜欢，你就可以这个一件买这个裤子，然后一件买那个红色的，刚刚小鱼穿的那一件，两件呢，就是它两路现在是四九八专区，非常划算，非常划算。那我的帽子有吗？帽子七折。哦，帽子是在七折专区，这个这么好看的帽子竟然在七折专区。就是这个的话，我之前有介绍，它前面是做有点那种，就是有点麂皮绒的感觉，然后上面的帽顶这边是做针织的，而且它是有芝麻花。我看一下哦，针织裤的颜色好美，对，它的颜色是有点奶茶色，就是我们家的奶茶色都很好看，你看。很美，有没有？而且我觉得穿起来很挺，而且这样搭的话，其实就是一个 set。对。而且我又是搭你们最爱的小白鞋，有没有？就是你们直接穿一个就可以直接出门了，就穿一件就可以出门。好哟。好，那要换那个佩佩吗？好哟。Hello， 针织裤，小安那个裤子吗？是雪纺。雪纺裤哦，小安的裤子是雪纺裤。Hello， 我现在来穿的这件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因为它这个啊也是做，因为我的骨盆也是做比较，我的骨盆是比较宽的，所以我很喜欢穿这种有点 A 字剪裁的裤子。然后它这是一个连身裤，然后它这整个这样剪裁啊，让我的脚看起来比较细一点点，可以修饰掉我这边的臀部的线条。然后它的袖口一样也是有做，就是它是做两面的，它这边是正常的，然后这边是做松紧的，然后也是可以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如果手臂比较粗的女生，她也不会说你拉不上来，因为它这边是做有点松紧的，是 OK 的。然后它的质料呢是做这种灯芯绒的材质，然后我穿的是杏色，这个。非常的好看，而且它其实我觉得它不会显肤色黑，你看一下，我觉得它整个会反而会让你的肤色啊看起来比较提亮一点点，而且它的这个我觉得它这边也做得非常的漂亮，是做有点就是大 V 的，是做大 V 领的，然后会让你的这个露出你最漂亮的锁骨线条，非常的好看，而且它口袋这个口袋也是做真的哦。是真的口袋，不是就是缝死，只是装饰品。然后这边也是有做口袋的，非常的好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赶快帮我们分享哦！没看到裤子吗？是刚刚小安穿的那个吗？那你可以等一下，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再穿一次，或者是之后我们可以再拉回放看一下。反正那条裤子我觉得非常适合大码朋友，或是之后你们可以先买起来，到春天的时候再拿出来穿是非常的 OK， 因为那条裤子它的会让你的腿看起来非常的长。请问连身裤适合搭裤袜吗？我觉得如果冷一点的话，但是我穿这个的话，我会觉得这样穿比较好看。但是如果再冷一点的话，你可以搭那种就是可能透肤丝袜吧。好哟，有没有什么问题呢？真的很美，你说上衣，你说这个连身裤吗？对啊，这真的超好看的，而且我觉得它不限任何身高，因为像我160，
我就可以依照我自己要，因为它这边有做腰身嘛，你就可以就是把它这样子拉，可能拉比较上来一点点。然后如果再高个一点的女生穿，也就是可以在，就是它可以你自己可以去调整你要的腰线的位置，而且它这个裆的部分啊，它也是做，我觉得做蛮宽的，所以应该瑞卡有穿过这个，应该不会卡裆吧 ？OK， 对啊，瑞卡170穿起来是 OK， 不会卡裆。哎呦，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这件连身裤真的超必买的，而且它的灯芯绒不是，它是做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因为有些灯芯绒很挺，然后它会让你看起来就是很壮，你整个就是会很像什么芭比、金刚芭比之类的。但是它这个是做稍微偏软一点点的，它会比较不会自己帮你做一些有没有角度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大码的朋友很适合。对啊，这件真的，我觉得大码朋友真的是这件真的是必买耶。而且这个我觉得一路穿，因为是像最前几天，我们台湾好像台湾比较不冷，我觉得穿这就非常的 OK。啊、那之后你可以就是春天的时候再拿出来穿，我觉得是很 OK 的，就是一路可以一直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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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用这个。这个价钱买到，对 CP 值非常的高。哎呦，小鱼要介绍他的裤子，这裤子也是剩下所剩不多了，所剩不多，专柜刷色裤。对，他真的看起来很瘦，真的超瘦的，专柜刷色裤。而且你穿起来的长度是 OK 的嘛？对，小于170它也 OK 哦，172、173还是172 是 OK 的。然后它的扣子呢是做这种双扣的，就是有一点小，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小造型啦。对，没错。然后它刷色真的很美，然后它这里就有做一些小抓破的设计。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件真的是。应该也是不分季节都可以穿的，不分季节，而且它的这个我们当初有特别讲过，它的刷色是就是专柜级的刷色哦。对的，在那边自拍。反正呢，我真的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是可以买，就是可以购入的，因为它的这个是所剩不多，所以赶快就是给回馈给粉丝。然后它的位置没有很高腰哦，对，在肚脐下。是正常尺寸啊，有，然后上衣是昨天上架的新品，然后是你可以拉一字领，然后也可以，哎呦，你们为什么一定要现在自拍呢？可以拉一字领，然后也可以拉，就是它拉斜肩或是大 V 领都是 OK 的。好哟，啊，好痛啊！然后裤子就拿正常尺寸就 OK 了。你说连身裤是上厕所，对，只能脱全裤、哦。但是这就是爱睡不加老皮醉啊，就是连身裤真的是就是好看，但是它也是临思考穿搭，因为你一件就是搭配好了，一起穿都不用想，对，直接穿上去。对，好，我超级推给大家的。像我觉得小鱼它这个就也很适合穿去圣诞节，对啊，因为有红色的单品啊，对啊，真的很好看，大家可以去官网逛一下哦。好、哦、那我现在先讲我的那个外套。哦、我刚刚搭还是一样，这一件五折专区的这一件裙子裤裙，然后再搭了一个我们七折专区的这个金扣的这一件，大家记得吗？就是你不用再多加项链呐、啊，就可以直接出门的一个小小小的设计这样子。它也是它是七折专区的，然后剩下灰色、哦，灰色真的是很好搭。你们看我这样子搭，就是搭牛仔啊就 OK 了。然后我的外面再罩的这一件。这件还有巧克力的色，那个可是巧克力色卖光了，大家抢光了。可是我觉得白色也很好看呢、欸，就是白色就是一个很百搭的颜色，而且我觉得白色就是它就算你健康肤色呢，也可以就是穿得很好看。哎、欸，然后我再搭另外一个那个 MIT 的那个这个外套，这个外套我觉得它放在七折专区很优惠、欸，因为你就是想要搭运动风的感觉，就可以穿这一件了。像我搭牛仔裙啊，这样子穿也 OK。奶茶色，今年奶茶色必买，真的是必买的哦。然后我跟你讲，我里面这件你们要赶快去下单，因为我早上看还有蛮多数量，但是现在好像剩超级超级少，所以就是
好，就是这样，你们赶快加入购物车，然后等一下看完。看直播的才知道。对，看直播才知道，然后你们就赶快去下单这样。好，我现在请小安来介绍他的身上的。好哟，然后我身上这一件的话呢，它是做一个两件是拼接夹，两件是一样是缝在一起的。那我现在稍微拉一下，这件可以拉一字，有没有很特别？它就有点像是里面是做那个衬衫，然后外面呢是拼接一个针织的毛衣，然后短版的，其实穿起来比例也会很好。如果你平常是不敢，就是不太喜欢扎衣服的女生，这一件还蛮适合你。而且你看下摆是做这种有点不规则那种切角的下摆，有没有非常可爱？然后它也可以稍微修饰那个屁股跟前面就是肚子的部分，然后除了拉衣字啊，也可以拉斜肩，然后甚至你想要正常穿都是没有问题。然后其实啊，你手袖的地方你也可以稍微做反折。这件的话就是你要搭那个，我觉得搭裤装会稍微比较好看，因为下摆它就是它的特色，就是把它露出来这样子。然后呢，我现在的鞋子啊，就是这个超级热卖的小香鞋，然后它也是在七折的专区，也是在七折专区。然后上我的衣服也是在七折专区。那这件的话，针织这边是有做厚度的，而且非常亲肤，不会刺的，好不好？然后呢，再来，我现在身上披的这个外套，配的这件外套也是我们的七折吗？是七折，对，这一件也是配我们这在我们的七折专区。我刚刚前面的话有穿另外一个穿搭给你们看，就其实穿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像我现在身上穿起来会比较偏休闲感，那前面第一套我搭配的时候是比较偏率性小个性。其实它这件外套啊，就是非常的百搭，就是不管什么样的风格，基本上它都可以驾驭，甚至你里面要穿小性感，穿我们的约会系列其实都可以，对，就是都 OK， 好不好？然后呢，一样呢，这三件一样都是在我们的系列专区，然后小香是零码，小香是零码了，所以大家赶快去抢购。你知道现在真的是很多商品已经渐渐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欢，赶快去七折专区抢购。然后还有那个两路498的组合，对，然后好不好？大家也会穿约会系列88折的单品。对，我们已经差不多要开始进入约会系列88折，所以大家要赶快回来看我们穿约会系列88折，好吗？没错，请小安去换我们的约会系列88折商品。大家不要走，等一下都是很厉害的，就是也是圣诞节跨年必备的战服哦。所以你们就是等一下小安会穿给大家看，你们都可以去看，就是要怎么穿搭呢？圣诞节要穿怎么样呢？你们都可以慢慢继续看下去这样子。但是呢，如果你们有喜欢的，你们就开另外一个手机或电脑，就先加入购物车，等一下最后再直接播完就直接去下单了。嗯，这样子就是最快速的，然后也可以抢到你们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又是现货商品。现货商品真的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赶快买下来哦，因为圣诞节快到了。哎，圣诞节就是下礼拜了吧？下礼拜三，对，下礼拜，对，下礼拜，好快哦。你们圣诞节有要怎么过吗？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留言给我们参考一下。交换礼物吗？还是什么的？好哦，然后等一下小安就是换一个很好看的麂皮，对，约会系列哦，好。来哟，这件的话我有拿走，我相信不用再跟大家多说，这件非常非常舒服，然后大胸的女孩是可以直接做单穿。然后这个背心的部分，我就是拿这个颜色，我就是拿这个驼色，有点麂皮绒的这种感觉。那它胸前就是做一个桃心领，有点交叉的设计，有吗？然后这边还有做抓皱，后面的话是做一个拉链设计，对，拉链的设计。然后下摆这边呢、啊，它是有，它其实弹有做一点微弹性啦，但是我建议就是穿到 M 号，就是建议穿 S 跟 M。然后它，我记得它有三个颜色，对，然后我是拿我身上的这个色。这个色超级好看，而且我自己穿那个小香外套也是直接内搭这件在里面。那这件现在是在我们的约会系列88折，在我们约会系列88折，因为接下来我们都是要穿约会系列88折给你们看。然后接下来我会搭一个外套，这个外套的话呢是在我们的七折专区的那个毛毛外，其实这样搭也可以，就是比较休闲，而且这样很保暖、对，这样子很保暖，而且你热的时候又可以直接脱掉，真的就是现在这个天气就是要穿这种，就是一定要到室内要赶快立马脱掉啊，没错。对，你看，而且这一件的话穿起来真的非常的好看，有没有毛毛，然后里面搭一个这样桃心领的背心，然后这个毛毛外套呢，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卖超级好，对，所以这个也是前几次的新品，就是其实没有到差很远。然后这边的话是可以就是打个结，
你们其实可以有那种就是有点抽绳式的那种，又有点腰带的设计，穿起来会比较有腰身。然后一样是有做拉链，然后这一件的毛非常的厚实，非常舒服。然后里面都是有做铺棉的，里面都是有做铺棉，然后还有个连帽的设计，帽子是可以戴的。帽子这是只有一个颜色，是不是？它只有一个颜色，只有一个颜色，就是我身上有点米灰色，就是最百搭的颜色。对，最百搭的颜色，你看这样就很好看。有没有？我觉得这件一定要买耶！当初没有买到，现在赶快去七折专区购入。现货，现货。对，现在是现货，而且这件里面有铺棉，有这种薄铺棉，非常的舒服，好不好？好哟，那我再去换哦。对，因为我们的约会系列真的都是很好看，我们就精选了几件，就是非常好看，大家都是抢到一个不要的状态。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陆续会穿给大家看哦，所以你们要继续看我们下去，就是。可以当作是圣诞节跨年穿搭，或者是你们平常约会啊，其实还有去什么海岛国家度假也可以穿的穿搭，非常适合。小安很辣，对，其实如果你们真的怕，如果单穿那件麂皮的上衣的马甲啊，会太辣的话，你们其实外面加一个外套就 OK 了。为什么大码没有这件外套？因为那件外套真的很保暖，所以如果就是大码的朋友可能比较不适合。但是如果你们要出国的话，也可以购买，就是可以到台湾的官网购买这样子。因为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暖的一个单品。好哦，还有什么问题吗？大码的朋友有问题吗？接下来的约会系列就是大码朋友也非常适合。对，这个也是我个人私心喜欢的，私心因为这个的话。它是比较可以甜美，然后也可以就是小辣的，对小辣，对，因为它的，而且那天那个佳琪有穿，然后它里面啊，它是有做一个小内衬的，所以你不用怕你会就是穿这样子，我里面要不要再穿安全裤？我觉得是不用的，而且它的这个就是你下面腿部的线条是有点若隐若现的。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啊，就是有点要看到又快看不到那种，对，那种最性感，那种最性感。然后它这边也是有做，就是松紧的，肩这边有做松紧的，对，但是松紧是做很，对，是做，我觉得可以到，可能可以，我觉得可以到 M 号，对。那如果肩膀宽的女孩也 OK， 对，因为它这个松紧是蛮大，然后腰的部分是也还有空间，是到大概是小 L 吧，我觉得到小 L， 对。我觉得佩佩很适合穿这个，佩佩有别于以往的穿搭，对，穿给大家看超适合的。就不管是你喜欢就是走甜美路线啊，或者是小辣路线，对，你想要甜美或小辣都 OK， 而且这个穿去就是婚礼啊，也是非常 OK，就是不会抢过新娘的风采。然后你这个也可以拿去就是海岛穿，对，就是有一种就是在海边啊，然后坐在那个惬意的感觉，对，然后喝个酒啊，然后在沙滩上奔跑啊。现在是很想度假，现在很想度假的小 L 可以穿吗？我觉得是 OK， 可是如果你的腰比较大一点的话，你要看一下，上网去看一下我们的尺寸说明。然后因为每个人的身形不一样，我们只是讲一个大概的身形。那如果你是某局部比较大一点的地方的话，还是必须要就是上网去看一下它的尺寸说明。对。大家这一件要买，这件大家上次等超久的，对吗？现在有现货、哦。现在有现货哦。好哟。那我们让小安来介绍另外一款。好哟，这一款的话呢，也是做一个波西米亚，就是长洋的系列，然后侧边有做一个开叉，这件也是在我们的八八折专区。然后大胸的女孩一样可以单穿，前面是有胸垫的。那这件的话，它的肩带是可以做调整，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这件腰部的地方它是有附送一个带子，那你们如果想要直接单穿也可以，因为你可能想说，哎，我想要穿素雅典雅一点点，那你们可以直接这样抽掉，我觉得也蛮好看。因为其实它这件本身上面的纹路啊，我自己蛮喜欢，它是有做一点这样子，有点白色然后混黑线的感觉。所以让它的那个图案更立体，然后更明显，有没有更漂亮？然后呢，它其实这一件呢、啊，我建议就是穿到 M 号，就是还是 S， 穿到 M 号左右。哦，穿到 M 号，对，因为它这一件的话是算是比较合身，然后它的那个布料是比较没有弹性。其实基本上我们的约会系列就是建议都穿到 M 号。对对，那如果它是只能穿 S， 我会特别跟你们说。那这件的话，一样是在我们的八八折系列里面，我记得好像还有个黑色。
它这个有黑色，一个黑色，有，还有一个黑色。那我身上是示范白色给你看，其实我觉得白色比较好看，因为它那个白色是有做黑线。再给你们近看一下，它是有点民俗风的图腾感，有没有？穿起来很瘦。对 ，OK， 好哟。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我要再去换下一套哟。好。看到有一个人问说，想问西上靴跟西下靴大家都怎么穿搭？哦，他不知道西上靴跟西下靴他是怎么穿。其实我觉得就是配一个像我们这种洋装，就是连身洋装，不要太长的那种，大概是过到大腿一半那种洋装。我等一下可以拿给大家看，就是那种洋装就很适合配西上靴或者就是西下靴，因为我知道今年非常流行，就像我们那个小雨靴那个高度，就是西下靴的高度。其实或者搭我这个牛仔裙 OK， 也是 OK 的，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局限，因为还蛮好搭的，真的都还蛮好搭的。好，派对只能远看，大码大尺码的不能穿。那我们就帮你许愿之后，就是有大尺码的约会系列。好哟，然后我换了一件滚边的蕾丝洋装，这件也是比较偏合身 S 跟 M 号可以穿。那这件很美的地方是它是有做那个有点像是那种缎带式，但是它其实材质是有比较算是硬挺的西装料，所以它其实不会有那种垂坠的感觉。有一些像那种滚边式它其实会有点垂垂的，可是这件的话就不会。然后跟你们稍微看一下它这个就是做一个同色系的就是内里，然后呢它像它的底边上面是有做那种 3D 立体的雕花蕾丝，有没有？然后腰部的话它有做一个就是一样是有做滚边，让你们好像有腰带的感觉，而且你会发现它的腰有稍微坐上来一点点，所以其实你的腿看起来非常的长，比例看起来很好。然后再来的话呢，它前面是个做桃心领，后面的话是有做松紧带，所以大胸的女孩是可以直接单穿，里面有做胸垫。我们家的洋装基本上都会有胸垫给你们，就是让你们可以直接单穿。但是如果是小胸的女孩，我就会建议你们里面还要再加个平口，或是再加个 new bra， 这样子的话比较会有那个集中的效果。好哟，我看一下哦。还有什么问题吗？那我再去换哦。好哦。比较短的裙子就搭西上靴，没错。我觉得短一点的裙子啊，或者是你是穿就是短裤，或是贴身的那个窄管裤的话，我觉得都是可以搭那个西上靴的，因为西下靴对这样会很辣。就像我这样，我们其实平常都会这样子穿搭。就如果你要配西下靴，你就配一个小短裙，就 OK 了。刚换给大家看一下。许愿说大、比较大一点的嘛。来哟，我要这一件的话，好像上礼拜我有穿过。有礼上礼拜，对，上个礼拜我有穿过这一件，就是非常波涛汹涌的一件约会系列。因为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颈链做的很漂亮，就是这边，然后这边的话，因为它一样是做桃心领，所以会有那种就是有点勾感，集中的效果。然后呢，也很适合去有副乳的女生可以遮，因为它刚好做的地方呢是可以遮到你的副乳，稍微做的比较外边一些些。然后下摆是做这种伞裙，所以呢，如果你要是修饰小腹也 OK， 没有问题。我觉得好像很适合扁身的女孩。对，这件完全就是为了扁身的女孩设计，它就是不管就是你的缺点或者就是稍微修饰你的缺点，放大你的优点这样。然后它还有一个黑色，是做这种麂皮的料子。好哟，然后长度的话，我160，穿起来大概在，我觉得是可以直接单穿。那 Rika 的话，可能要穿安全裤，是不是？对，可能要穿安全裤。好呀，那我再去看。你看起来屁股超翘，对，超翘的，是不是？就是他刚刚说的，就可以石头哦，对，石头。好哟，那我再去换哦。有还有什么问题吗？赶快帮我们分享、留言、按赞哦！因为今天就是抽台湾大码各一名，然后送那个七折专区任选。对。然后如果就是之后你们要下，如果要下单的朋友嘛，就是你可能不会想说啊，这件要怎么看，要怎么穿搭的话，你们就可以再拉回放看我们今天穿过的东西。对，因为我们今天穿的东西都是七折专区，大部分都是七折专区的那个帮大家做搭配。对，没错哦。哇，小安换超快速的。好哟，然后呢，再来最后一件，这件的话是做一个连身裤的系列，然后前面是做前交叉，然后这边是做一个喇叭袖，非常大喇叭袖，而且它是做这种镂空的颜色。那我这次特地选了红色来给你们做搭配，你看非常应景，一样的就是圣诞节一定要配个红色。那如果你是怕比较怕就是裙装比较容易有那种就是曝光的感觉，就这件的话连身裤非常适合你，因为它其实有点看起来有点像
像裙子，但它其实是做裤类，所以其实你们没有不用担心曝光问题。然后前面这边还有做打折，可以稍微修饰你的小腹。那前面还有做这个前交叉，如果是这种大胸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只有穿 new bra， 然后就会有那个集中的效果，也是做这种深 V 的。然后后面是做后拉链设计，非常好穿脱。我记得这个好像还有其他的颜色，对，还有其他颜色。那你们自己可以去那个约会系，我们的那个派对系列，派对系列里面的八八折去做选购，因为我们其实很多颜色都还有货量，但是只剩一些些，就是限量的现货。那这件一样是 S 跟 M 号可以穿，然后胸型的话，我建议就是最多到 D， 到 D， 我觉得 E 的话勉强啦，但是 E 的话可能你就不能穿后背或者是厚的 New Bra， 可能要穿薄的或是贴那个胸贴，对，不然会很怕你会压胸。好哟，那今天的直播，我再讲一次今天的内容。我的背是镂空的，是不是？对。哦，我的背是做镂空的，那就是我现在里面有穿那个黑色的苹果，可是我觉得还好，不会很明显，对，不会很明显，我觉得是 OK 的，露出来也 OK 的。对，所以小胸如果你不想穿 New Bra， 你对 New Bra 过敏，其实你也可以穿你自己的苹果，是 OK 的。不是要蹲在下面，不然会无法让大家看到。看到什么？就是大家，我们要合照的，小鱼出镜了，这样子好哟。那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边，然后呢，要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然后再来就是大马跟台湾各抽一名，七折专区里面任选一件，你太高了啦。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哦，今天一样满千订单，就送台湾送桌历，没错。然后大马130马币送袋袋，没错。好哟，那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样，大家赶快去七折。拜拜。